转载自百家号作者王老师看历史明神宗朱翊钧，明朝第十三位皇帝，在位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朱翊钧在位初之10年，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，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。勤政后励精图治，生活节俭，有青年明觉之风范，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。万历17年，即1589年，朱翊钧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发生争执，最后索性30年不出宫门，不理朝政，对于官员的生老病死更是不关心。比如有些官员去世了，官位空缺，需要马上补缺，但皇帝不着急，谁敢补啊？于是在朝廷内部出现了大大的内阁，只有一个宰相叶向高在掌管，六部的堂冠也不过4-5个人。像都御史的衙门因为没有及时补缺，好几年没有人任职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有的官职由于没人替补，就得一个人兼着。比如一个巡按就不得不兼领上好多个头衔出去巡视，而且还是一去好几年。按那时的制度看，光朝里的给侍中一支战权得50多人，御史则需100多名。可在万历朝闹官荒最缺官的时候，六部中下级管事的也才4个人。更可笑的是，管司法的太仆自衙门长期缺员，以至于监狱里嫌犯被羁押的太久没结果，最后闹得好多家属有意见，都跑到长安门前哭诉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担任宰相的叶向高非常着急。但万历皇帝虽然很看重叶向高，表面上对他的态度很好，但他提的意见却不大采用，10条意见只能接受2-3条而已。叶向高曾向万历皇帝上书75次，要求增补阁臣，可万历皇帝就是不答应。从当时一个大臣给皇帝的上书就能看出朝里有多冷清，自阁臣至九卿，参省曹署皆空。这还不算，到万历40年，南都南京9卿以下也就有剩下2人了，朝里都御史也是10年没补。像御史孙居相一个人就兼了7个差事，还兼领了好几个地方的印。对此，当时的礼部尚书冯琦在奏折中悲哀地说道：夫朝政未肃者，并在人情之多；吏治未清者，并在世风之贪；君臣上下之亏者，并在行迹之疑。而其要在于服人心，章书可依日发，缺官可依日补，百姓所不便者可依日罢也。陛下何但依日之法，不亦成万世之业，立万世之民苦。